哦，你知道我们换了新脚架之后，你就不会晃来晃去。第一个不会晃，第二个像你们两个身高180以上的，就可以完整入镜。哎呦，佩佩出来了。好，来，这一个是香奈儿的 boy， boy， 对 ，b o y， b o y， 男孩的意思。卡培男孩。啊？卡培男孩，这一支中文叫卡培男孩。卡培男孩，因为这一支是香奈儿女士的一个恋人，哦，他最难忘的，哦，对，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人物，是，对，那为了纪念他，对，所以就设计了一支这款香水出来，是，就叫做 Boy， 所以香奈儿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包系啊，叫 Boy 包，也是用这个灵感去设计的，对，但是他们两个最后没有在一起哦。是哦，他们两个最后没有在一起，没有。是在几岁到几岁之间？哇，你问这么 detail， 这种男欢女爱的事，我怎么敢问？对呀、啊，啊，不是，我怎么问香奈儿女士？她都下课了，我下，对啊，中午，对，下课。然后听说这个还有资助她的事业，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卡培啦，应该就叫卡培啦，应该叫卡培。那应该在他二十几的时候哦，可能啦，是吧？可能啦，以现在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香奈儿女士的 sugar daddy， 对， sugar daddy， 对不对？对他应该年纪比他大、啊，这我们真的不可靠，我们真的不知道。对、啊，我以前有看过他的传记啦，但电影，可是已经忘记这一段了。对，我是记得有一个很帅的男生演这个角色，对，然后让香奈儿女士这种时尚教母这样魂牵梦萦啊，对，爱他。爱丢卡长气这样子的感觉，爱丢卡长气，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么的魂牵梦萦，好不好？哇 ，boy， 一样，跟刚才的1957一样，75毫升。是。那看起来可能不像，好，看起来这个大小应该看起来像50毫升或者更少，很像50毫升。越来越好闻，是不是？哎，它跟那个潜心之子一样，他又说有茶味。他上次说有茶味到。晚上睡觉还在闻，还在吃。哎，这个1957晚上睡觉真的还会在闻。我们帮老板进一支大的，然后放在这边给他喷。你说200沫啊？哎，其实我必须说，与他的精品香水真的不贵的，因为200沫才13000，你要想，他是真的不贵，没有？是真的不贵，7000多。对，这个才7000多，真的不贵的。香奈儿这个名头这么大。只卖这个价钱，其实算还蛮有良心了。是，对吧？你算一算，13000，平均100沫才多少钱？130，哎，不到130除以2，65，对不对？才6500，100沫才卖6500，对不对？其实65啦，差不多，只比它的商业香再贵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啊，那不是重点啊，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喷65块，我试一下。哪里？对对对对。30过去了，哎、欸，我要了，等一下，等一下，喷一下大概是多少 CC？ 哦，你看很显像，比刚才1957要显像多了，但是还是有香奈儿的传统，就全香，酸酸的这种陈皮梅的味道啊，是不是？那有几款？哇，他讲那个酸味可能是来自薰衣草吧？哦，我猜，这是一个，我记得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薰台调，对，是，嗯。一个复齐调，他们我看的时候看的是复齐调，对啊，我们也会用薰台调称呼，对，我们之前有那个讲解过，对不对？对呢，我闻起来是酸酸的味道呢。对啊，是有那个酸，是吗？酸味在，那个应该是来自薰衣草的味道，就是它有一点酸酸尖尖的感觉。嗯，对对对。可是它没有很。它没有很酸啊，因为我有闻过很酸的薰衣草，就是那个味力感很重的那一种。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平稳许多的。Okay. 对，香奈儿的味道不会有太有个性，它应该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Okay. 最有个性那一支其实反而是比较没那么热销的，莱恩那一支。嗯，我们下一次介绍好了。好哇、啊。这很好闻啊，真好，这很好闻。介绍一下好不好？好。豪哥为什么当时想买这一支？哦，薰衣草、柠檬、葡萄柚，难怪酸酸的。嗯。再来是
橙子花玫瑰天竺葵，那它的基调是白麝香天芥菜檀木香草香豆素檀藓，一个很 standard 的一个南香组成的香草。OK， 一个很标准的南香的香草，就是一个有质感的味道。老板觉得呢？因为它这个酸味开始在慢慢退掉，要进入了一个，要不要跟刚刚1957叠一下？完全不一样。要不要叠一下？先尝试一支，先尝试一支，待会再叠。对，哦，这让香奈儿女士难忘的男人。好，现在的味道呢？前面五分钟过去了，已经比较进入多变化。这个可以想象，这个男生谈笑风生，非常风趣幽默，而且衣着得体，衣着得体。对，走 在什么场合像什么样？时尚的尖端了、啊，不然香奈儿女士也不会看他了，对不对？对了，如果穿像拖鞋这样哈。肥猫这样，那应该香奈儿女士是不会看的。没出现也中枪。通常都是没出现是。对，通常没出现。对，其他的我就不讲。我有看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对，要记得回去重看重播、哦。对对对 对, 对, 对。好，来，豪哥讲一下为什么当时你想要买这一支。其实那是最好的朋友叫我买的，他是希望你像这个 boy 一样。他也希望他的异性身上，这应该是他希望的味道、哦、就是一个，所以你为了一个喜欢你的异性说这一支、啊、所以你就去买这个味道，对，哎呦，所以你看异性的力量多么的伟大，就我也想让人家扑倒，就不管他能不能扑得倒你、哦、但是对对对对，起码要被扑倒这样， 对, 对，他至少要像个无尾熊一样抱住你，对吧？这味道到后面越来越好。对、哦、我一开始觉得它这个酸酸的我有点不开始，但现在一渐入佳境 哦, 哦，我再套用一下高雄的鸢尾喵王说的话，香奈儿的高定他一直认为是高定中的高定、对，鸢尾喵王。好，那伯君讲一下，伯君应该知道这一支的、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跟豪去逛的时候啊，其实他拉我去，我其实有一点，不能讲排斥，但其实我有点没有想那么想去。香奈儿的高定香水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过半支的。哦，是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说他，我觉得他不好哦，是我觉得，因为他的调香师叫波巨。啊，对对对 ，Olivier Polk 就是波巨先生，他负责香奈儿他家全线的作品，像你知道的 Blue 啊。哦，那个 Alu 啊，那个都是他弄的，真的啊、那个是他弄的，他负责他们家全线的东西。是哦，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调香师。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在我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觉得香奈儿这个牌子，是做给女人的。哦，所以就算他的香水，我也觉得都有那么一点女人味在里面， okay, 一点粉味。是，对，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太温柔。Okay.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用起来很棒，但是男人用起来。没那么妥当的一个味道、okay. 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其实好吧，那豪哥都热情，那我就跟一下，跟着附会了，对，那闻了之后、欸、我有重新再认识他、哦、对，我有把我这个先入为主拿掉，我觉得他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出色，是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说、啊、这是女找不到的用欸、你知道吗、他就闻起来就是一个 gentle是真实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香材呢，它其实跟我很喜欢的一些香水很接近、啊、有天竺葵，有薰衣草，又有苔藓，就是我们上次夏天介绍那个清爵嘛，对，但是清爵所呈现的锐利感跟它截然不同，它在上面又多了那种知性的感觉，对，清爵就是一个很阳刚的，有点蓄胡那种感觉的男性，这个穿个西装。西装笔挺的，然后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梳个油头，哇，好帅气的！是不是穿着白色西装、哦？白色西装，对，白色西装，要白色西装，对，要白色西装、哦、白色西装、哦、不是穿得像万恩生命那样，啊、嗯，黑色西装。所以他现在在味道，他一开始那个薰衣草比较强烈的出现之后，现在开始慢慢下来，那越来越好。有一罐，我觉得香奈儿家的那个
很直的气息啦。嗯，就是我觉得他波巨先生非常擅长做这样的味道，嗯、你可以轻易的闻出来、欸，这就是来自他的手。哦，对 ，OK， 香奈就是香奈。通常你在什么情况下，豪哥你穿这一支？哇，这个可能要就大概是上班了啦，上班，大概就是上班了。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认为，其实工作非常适合。但是你说晚上到了，像这么热的天气，这么闷热，像今天这么闷热，其实你喷起来也其实也是清爽宜人啊。是。那我们如果今天晚上去庆功的时候，我们对，就算去吃烧烤，你们等一下庆功啊？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是说啊，对，也适合，因为那个聊天区要一千人。哇，恭喜恭喜，差一点点。对，然后里面有300个是那个假账号，对，抓出来。这一个男生，那你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对不对？衣着呢？白西装吗？现在谁穿白西装啊？没有，现在因为台湾人穿白西装大部分都是拍婚纱了。哦，对对了，因为很少谁上班穿白西装，太怪了。对啊，对啊。有没有什么穿着男生平常？其实只要穿衬衫就好了，一领子，有领子，有领子，我觉得有领子，对 ，polo 衫也是有领子 ，polo 衫可以，我这个就不行，我这个不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卷头了，对，没办法。它是一个很绅士的香味，非常非常标准的绅士香，而且是高质感。是，而且它让我一开始感觉它从酸，然后开始慢慢一直在滚动变化，觉得它是一个谈吐幽默风趣，然后可以让很多女生欢笑的一个男生，或者是在很多场合他是可以成为焦点的一个人。是，那到慢慢现在沉稳下来，也发现说他不是只有说说笑笑，他是一个有内涵的人，开始可以讲得出、幽默中带有一些深度的、例如说肥猫最近教我的、高级酸，就是你酸别人说高级酸，高级酸，对，有程度带脏字的，对对对，高级酸，对，那这个他就有一点意思的说、这个人是有一点深度的。他的幽默是带有深度的，不是低级的哦。对，这是我现在对这个 boy 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拍摄现场没有女性啊，没有异性啊，只有佩佩，唯一的异性，但是他可能无感。对，不是你喷了他就会倒在这里，倒在这里，然后喵，这样把肚子翻出来，这样。你就要把他送医的，不要这样。那伯爵觉得什么样的场合跟穿着，或者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出去？这个蛮约会的啦，我觉得。然后这个味道它也是比较需要一点，就上班我觉得 OK 啦。但是休闲的话，就我觉得衣服可能带一点领子是比较适合。然后，其实以台湾的天气来说，它也算是非常四季皆宜啦，都没有问题。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全面的香味。OK， 好吧，那你现在闻到什么调性最多？我觉得对我来说，薰衣草了。对，薰衣草，因为我觉得薰衣草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味道。因为我最近很爱买薰衣草，因为它真的是有一个安定、安神的味道。薰衣草这东西很有趣，因为薰衣草这个味道其实是很少被用在香水里面的。嗯，在之前，因为它主要是被拿去做精油放料用，是，就这么讲安神嘛。是，所以它也因为这个味道的特性，它放到香水里面的时候会很难处理，它会很强烈，所以有时候如果没弄好，味道会变得非常的。非常不和谐、所以他们技术提升的时候把薰衣草带进来就变成非常传奇经典的薰台调，那这个味道如果你弄得好的话、会有很那种干净白衬衫的感觉、对，想得真好、Good. 我觉得它的后调、越来越有深度哦，越来越喜欢哦，对，就这味道很赞、是，好，我们期待，因为现在14分钟，我们期待回来跟大家分享后调，没问题。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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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Boy，Boy。Boy 现在什么后调？哦，现在的后调闻起来超柔软的，它是一个。它那个熏。我觉得它那个薰衣草的那个酸的味道已经完全没有了，没有，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淡淡的粉味了。嗯，对，是一个经过历练的 boy 了。对，哦，那个尖锐感已经磨掉了。
对不对？没错。男孩刚出来出社会的时候，哇，这个没有什么我做不了、达不成的，对不对？什么事想要就要去干了。哎，经过了跌跌撞撞、收拾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味道。是。当 boy 变成男人的时候，嗯，对，就是这个转化的过程。后面闻起来很干净，有鸢尾吗？好像有，对不对？一些些。对，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这个味道，就是我熟悉的香奈儿，嗯，就是我熟悉的香奈儿的味道。是。嗯，有一点鸢尾是吧？对，我觉得啦，因为闻起来很干净、很精致的味道，而且带一点鸢尾的粉感。对，对，没错。豪哥查到了什么？欸、没有哎、欸，你在翻你前破？没有哎、欸，没有是不是？没有橙花啊？是橙花、哦、是橙花的皂味吗？那没，没有呢，没有有，嗯，那个它的香香草，香草有一点，一点点，它甚至香奈儿不会做太甜的那种味道，因为太奇怪，不符合对贵妇的味道。嗯，它这最后面有一点苔藓的。对，苔藓。对，有，最后有一点苔藓。但是那个它的苔藓对我来说不够阴暗啦，就是我对苔藓的认识，我希望它很潮湿阴暗，但很神秘，它没有。它是一点干苔藓。唯一的异性回来了，等一下要闻一下那个。Boy。嗯 ，Boy。我今天除了看这个后调。我觉得它就是给我现在一个很干净，然后很就像老板刚刚说的，经过历练之后，一个已经很沉稳的感觉。然后他这个人给人形象非常的，就是因为有些人他经过历练之后，他会变得很晦暗。他给我的感觉是一如一贯的他那般的那种。优雅是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哦，他已经是历经风霜，然后被 对变太油条。他这个不是一个那样的味道，他是一个很精致，然后你会觉得他对，他是一个很精致、很精致、很精致的形容的真好。就是他，即便他经过了社会的历练，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原始的。本质，嗯，他的初衷，他那个赤子之心，是，嗯，我觉得这个，如果以我们都是 boy 来说的话，曾经的 boy， 哦，男生这个调性，你会给这一支定位在什么样的香调？他当然是一个柑橘的富奇香调，可是他可能对女性来说会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女性的辅导香，对辅导香哦，嗯，所以你会觉得它是柑橘调吗？它一定是柑橘调，对，它一开头一定是柑橘调。OK， 那我觉得你会想推倒喷这个香水，它就是薰台调啊，薰台，它就是薰台调，就是。就是一个 gentleman 用的香水，对，是不是男的喷了这个，你都会想把它推倒？还没吧，是不是刚刚推倒？对，也太不选择。他还在酝酿中吗？转过来看看是谁。哦，很香啊、不能推倒。哦，看一下，观察一下。太过分了啦！是，他是喷男生喷了，然后是背对，从背后把他推倒。哦，然后从楼梯摔下去的。推倒。他从二楼摔下去的。男朋友的味道，对，男朋友的味道，哦，男朋友的味道，是不是女的喷了娇兰之后，男的喷了这个，情人的味道，互相推倒，情人的味道，互相的推倒，哎，是不是干净精致的味道？是，以男香来讲，够精致 ，OK， 做不做？好，那如果男生，对吧？很好，嗯，男生，我们男生给这一支0到10分，你会怎么给他？先叫异性评分好了，异性他才刚喷，他没有后调，我们已经到后调8分吧。OK，
我捏到八分的。Okay. 因为它这个味道太精致了，可能不像我们这种大手大脚的，可能会没有办法让它充分的发挥了。那你会觉得精？你说精致，它会细腻吗？这个味道会？这味道一直都是细腻，香奈儿的味道，对啊，香奈儿怎么可能不细腻？是，就是这样随便带过。精致又细腻，是。OK， 所以八分。那国君呢？八分，也是八分。八分，嗯。对我来说，这一个很有特色，我一直捉摸不透。就像我刚刚问什么问题呢？说你会把它定在哪一个香调？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定它，就是它没有太不是太复杂的一个复奇香调。我觉得有一点多层次变化。对，它是个多层次，但是可能没有我们之前拍的那些真的是混乱到你真的讲不出来什么。对，它还是有一个主调一直延续下去。嗯，如果是我给它分数，我会比你们高一些，8.5。啊，真的假的？对，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品牌？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好少见，说不出，你可以说得出柑橘调，你可以说得出花香调、果香调，或者是今天我们有录一支叫做这个竹叶调、竹子叶子调，猎户座。对，但是我这个抓拍出来，一如发丝的优雅，OK， 发丝的优雅，这是一个巴黎的味道，从。很多可以带给很多异性欢笑的一个幽默的男生，谈吐幽默的男生，一直到相当有内敛、有内涵的男生的一个香调，8.5分。好，问一下我们异性 Cindy， 觉得会这个这一支你会推倒吗？他这支说是以他的初恋。卡培男孩会灵感的一支香水，就男朋友的味道啊。对 boy 不是指年纪了，是男朋友的味道。对对，男朋友的味道。他是这样概念，但是他如果说他其实也可以穿在女生身上，因为他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超越性别的一支香水。嗯，对。OK。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OK。对，因为有些。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会有那个，因为香奈儿其实他蛮推崇就是男女平等这个部分的，所以说他们有从那个他的呢那些外套的那个质感，他有做一些酷类的，所以他这个香水是有类似一样这样子的概念，女生穿也可以，对，比较中性的一支香水。是 ，OK， 好，感谢回来帮我们补这一枪哦，对，就是。那个女生也，因为这是男朋友的味道，当然要异性来闻了，不然我们三个人大男人了，一直闻男朋友的味道，不是很怪？对，好不好 ？OK， 好，这样子我们前后料都完成起来。这一支香奈儿当年这个纪念他的初恋男友设计的这一支薄荷香水，好不好？希望你们会喜欢，有机会到柜上要高关节，好不好？好，谢谢，拜拜。